人民币。香港市场离岸汇率30日盘中再度破七，贬值 0.5%， 报1美元兑 7.0014 人民币，为今年来首见。主因市场担心武汉肺炎疫情扩大，将打击大陆经济成长。境内人民币市场要到2月3日年假结束后才开市。大陆离武汉肺炎往生人数已增加到170人。世界卫生组织30日召开紧急委员会议。